糟糕一点的欧姆南西北数据来找来找家里是地盘欧姆南西北口手最爱机器之军车手最儿童广播动物日部爷爷口送金币最近呢有一本地书家个李湘的车椅子你收住一个女生苏子美不是在苏州建了一座沧浪亭吗爹爹还让我背过你知道他修筑园林为何以沧浪为名吗是什么典籍里的词句吗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着我做这本地书记呢叫清兵玉不得对于苏人清他自沧浪亭位于繁荣一切的苏州农家地心苏州肉馅点心也有了只是不知道味道如何停车往开背个是宋仁宗基本上想的是苏州一个迷弟宋伯公主的是苏州这个布娃娃宋伯爱妃的是苏州一个次孙这个地心苏州一个鸡丁肉你看啥鸡腿肉的外地朋友刚刚来的时候最不理解鸡腿肉为啥地这样受欢迎李妹妹多个男人东北人当初第一趟上门李妹妹关在内买点鸡腿肉啊里头娘欢喜吃个不是我表扬里头老公啊东北朋友动气还一个个跑的耿直耿直背子五十斤来吃的了嚯哟搿是要值钱的了啊不敢不敢你拍得起来啥地都米啊拿不出手吃米还得吃咱东北大米知道不用它质地哪一个女嘎一把盖我都吃着吃所以你妹妹都妈呢这一能给同一个门亲子直接是看你的能谁说是在等着非这个是放大的嘎李妹妹是两个的听下来我吃鸡腿肉呢在这我记得是八十年代你平台这个学堂里向摘的牙饼哎所以上个鸡腿肉外国人看不懂问我这 Mr. 是这是什么我一来子呢最后我会讲英语那我告诉你 This 哦哦哦鸡的头 hand 木易 me 鸡头 me old Money, old money 啥意思啊？来搞的老钱，懂的要懂。嘿嘿，英语别整个。雷汉武拍得起来，哎呀，鸡腿米是我年年也买来吃的，有一句说一句，给了你个搞的是有点拉水子。那我是无所谓啊，退休工资年年涨个呀，今年是更高子，为啥个经理出发嘞？嘿哎，不单多搞的水机浪向，我有70块的一个秋凉，我要去消费着。没没，哎，这个鸡腿是鸡腿，你要具体有啥个吃法呢？具体呢，差不多问再讲吧哈。啊。哎，每年讲特别个，你懂个？哎呦，一些辰光飞起个，上。外地朋友对深圳第一印象是啥？第一。吃个吃饺子了。哎，不，人还是个。嗯。特别是营养。哎，第一，个张妹妹，为啥体男朋友男人啊？三猴子一开进来，空腹血糖抽得138，130，正常应该做。3.9两得落地了，还是这样人了？啊，对呀，第一，低得不得了。有一个女演员叫李青，哦，个青属于像个鸡腿姑娘。哎，对，那是你昆山人，哎，波人。Hello，Hello， 您好。从小和这个昆曲，有一趟上节目，表演只身段，唰欢喜开口。哎呀，那个工资卡马上上街，自觉是女的，性感是女的。第一，我我第二手。怎么搞弄他的？啥的呀？搞定。啥呢？刚才先生送回来呀，这位啊。苏州闲话当中，万有不是爱打数字的。那比方说啊，停对了，瞎猜打的，七斤不累，七不来三斤，五斤恨六斤。哎，苏斌，哎，你还能弄爱电视里来的那三个猪？你先看看我。嗯。第二个。哪呢？要米老的，不是淑女噻。
这个李下来打我军火车没来的呀，嗯，不得好，我还是要啥位置噶？来听哈。三句啊。迷路的人啊，其他为何？谁是有点停顿了？哈车大步，车也不累，车不来三斤五斤很六斤，扎了个包了个跟了个门，四十来分挺威严很。我吃门子做啥了？迷路后头你告诉我，哪个你们整个蹲这个中指的？我够少了够三个。这个不来扣钱。哎，扣钱的。苏州闲话呢，同一个事啊，可以有几种讲法。那比方说普通闲话，一共，苏州人哪讲法不得了，哈不拉他，一塌瓜子，搂搂呱呱，高老三，才这个意思。不，三个句不来听听。阿丁一个对，就告知我，哈不拉他，一塌瓜子，搂搂呱呱，高老三，本来你夸的。非人工普通的我是啥意思呢？生不如死啊！可是，有一类生水我呢，我觉着现在个小朋友啊，有必要呢了解一下，就是亲舅这个称呼。那比方说普通的姑妈，是不是尊你男孩？娘娘嘛。哎，我们阿爷分个啊，养个妹子，我们叫娘娘；养个阿姐叫嬷嬷，是吧？娘娘是娘娘，嬷嬷是嬷嬷，娘娘比嬷嬷小，嬷嬷比娘娘大。你不能给侬娘娘喊成个嬷嬷，也不能给侬这个嬷嬷喊成个娘娘，你懂得吧？得有点文，哎，绕口令。养个阿公呢比较简单，来爸爸，是吧？我们来爸爸个高枝路呢？没了。哎，没呢是苏州人独有的一个称呼。普通的我叫伯母或者大娘，对，写的不快的写哈的班上个一套改革，屋里向来个外地亲戚，当晚来爸爸个告知，屋里向还妈吧，丈夫人家是个听不懂，还伯母吧，有的是个喊不出口，哎呀，鼻子白白黏黏，长得咱面孔羞羞红，喊人家啥呢？美女。外一趟呢，写得不快的写了。外人呢是家里多个娘舅呢，新结婚，我们娘舅个告诉呢，一般叫舅母，是吧？还有还舅妈。我们写得不快的第一趟，哪还法子呢？妈，干来他子，舅，舅妹，漂亮的妹妹，漂亮的妹妹。九妹，头红的花蕾，头红的花蕾。我是到文香，文香了这个。差的是啊，真叫。他里这个娘就开门了，只是要吃了那个，你就告诉我，那还啥还妹子啊？那还妹子还我啥？还我妹夫啊？那搬到地上来了呀？还是有几个？那么爷娘呢？还有一个三种喊法。那三代不人讲讲，你爷，你娘，自家喊呢？现在是跟那个子普通话喊着叫啥个爸爸妈妈，哎，实质上些来苏州是不是俺喊喊爷娘是爷喊爹爹，娘呢喊妈，再长一辈个爷个爷阿爹，爷个娘阿婆，娘个娘阿婆，错啊错，当面还要喊阿婆，否则来他也动气啊。哎呀，那天你给谁阿姨呢？你咋说？哦哟，我说个我家，那大那是个我的人啊，不能是谁不能干的？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说家那个掐他的呀！那妈的！你好！厉害！哎呀，金山，金山来拍电视节目。哦，有那个机会。厉害！一个是那个生嫩啊，生外甥嫩啊，外甥嫩，跟那个嫩啊，那嫩啥？你要讲苏州话在当地的呢，这个是非常客气，但还是你这个昆曲演员啊，平台演员。哎呦，刚才到哪要唱头一段呢？哎，不算了，今朝来不唱，听一段啊，听一段啊。王白玉唱的《十里仙》来是个神偷，领个。烟花开。
心情发挥是的。为什么？为啥呀？你刚我发汗靠一个，你刚平台发汗米了，我今在当你拼命的。那么视频你准备哪？你看我是不能两斤，你光打打还是这个国内一只历史跟斗。哎呦，阿是我破男啊！这是我破男啊！什么我破男啊？我破男啊！破男啊！你来呢？不，很多点心，很多点心。不挨个，很多点心，不，少玩个呀。哎，你都非好，非好非好啊！你手最近吃什么呢？吃么结束还非好起来个？吃猪肉，来了啊！别一只眼光切，爹爹。别一只眼光爹爹。你看，说不定你玩少。懂可以不同岁，那为啥呢？因为这你是不是最近的恰恰相反，能懂岁谁懂岁，这个没啥不容易把手的，春吹风光好过，没人打得过你。这一结果呢，福利不解决问题，真正于黑这个啥分货，当然别当成你是不是最近没脾气啊，我明明谁明呀？因为根基来也得相信啊。前两天阿五子单位里向，结果不个林丹的。还得去训斥两句，还有那位的阿五子这个，挪一张雷啊，插他，好扯淡了，插他一张雷得了啥个雷啊？这啥个干的？这现在相当于再呼吸个妈妈来搞的一个地里向个种，真么啊？当然现在年纪轻的朋友呢，一看到苏州呢，还有像在吸引你多个啥呢？吃美食。你在改个季节，么个山花蜜也来推我啦。你还有听我呢？啊，对不？那个几里有啦？普通的俱乐部，海底个么208，哎。这个观众朋友，你还是刚刚拉稀分来？咦，这个拉稀分来啊，分出208要放哪个？山花蜜个山花呢？啊，地方有可能不大清爽，是那花人、花籽、花呢？啊，里向这只眼睛是花籽。花子不是一年四季有的，人家是个吃货上灯光大大比赛，那山花蜜呢开始上市了。哦，哎，一只花这个花子安能有几花？大概么种一只穗子才卡十个地方，不大个。哎，对了，哎，是不是？那么你看一碗米，总归要种20-30只花个花子，是不是？你讲，搿只价钿，阿拉算。哦，花子贵么？搿么我搿不低花子来呢？山花比两花啊？哎，比你勿算么？晒脱一张这个花啊，都特别的了。两张花呢，这还是木花冲的，三花是木四花冲。啊对，那么啊，木这样子的，花人，那根本是半夜睡不。花呢，要弄这个花山肉膏一样，再去剥这个花呢。山羊么是龙须的，那么去浴火，这个动作是哪？这个翻拆起来夸张，嚓嚓嚓，嚓嚓嚓嚓，一上灯。山花个尖的龙海，马个葱油米里向一拨，那个叠袋子个，咔嚓米豆，是不最好？越吃越吃，越不香越不香，越口水越口水，越下子越下子，值得去了。过得去说，是不最好？日里也出去与山水有灵，夜里出去与歌声不对拨，啊，天地与大麦和不一。什么罪个哈？用再多的语言，师傅，什么罪个哈？还可以用一句话讲清爽，就神啊个人想进来，神里个人不想出去。是呀，非正我来才去中央来的，对不对？那谢谢吧，谢谢吧。新娘不熟，爱上昏迷不醒，不一口菜呀，句子走了。神奇的不是菜，非得还加毒连伤，还能给娘人起死回生。广告过后，马上走了。结婚就买8.8，来广电高定婚上节，婚宴、婚纱、婚庆、摄影、珠宝一站式购齐，8.8抢万元优惠礼包，最高可达20,000元。微信搜索秒贩小程序即刻抢位，艳遇苏州，见到才知你更好。6518-4566。绿宝广场一站式教培中心，绿宝同学会5月11-6月1日携手广电举办快乐教育节，99元抢6节精品课，涵盖数十种学科，更有多重好礼相赠。报名热线6291-9199。绿宝同学会，孩子们的一站式教培中心。多看一眼安全保险，多防一步少出事故。生产再忙，安全不能忘。商家自主报名流程。第一步，微信搜索关注苏州锦鲤。第二步，点击微信下方菜单栏报名板块，进入商家报名页面。
第三步，根据要求填写真实信息，带星号的是必填的哦。第四步，勾选是否同意以下声明，点击提交按钮就报名成功啦。牙齿种植找牙博士，牙博士口腔，欢迎您继续收看。那是春水浪向十几种欧米小吃，欧米的酒酿，是的，像啥人跨了红油里向的欧米开机，这是乌米汁加到我们那个烤料里。罗代之味，不是这个阿刁在你毛病。啊，你宋子仁、核桃仁，还有糖醋油。如果你那个蟹龙馄饨汤里还称比来日啊，味也好吃呢。你看到没有啊？金黄的，金黄的。这个礼拜六，魔都共振，对对不相信，新人也天天讲个新疆小吃，别错过。士兵来招，来招！让云南有个叫苍南的柴火，这柴火呢有山有水啊，深山密林里向呢有不少个种奇花异草，不过有交关野生动物。那么自家一个神秘的柴火呢，甚至不少个种偷袭的人啊来偷袭。在了前天呢，一个红袄偷袭的追到这个深山密林里向。这个新娘呢，算是里向的成员之一。那第一趟参加那个红马偷袭，激动得不得了！哇，太美了！哇，这个山好神奇啊！你是看啥么子山，觉得还不行？那么新娘一趟又一趟的，我来嘛拍拍照，是吧？不知不觉，那打偷袭的呢，距离越来越远，后面呢，居然看不见其他人子。随着那加快脚步，也再来队伍的辰光，一个致命的危险慢慢就靠近过来。感觉有东西咬了我一下，可能咬腿上了，但是当时我可能也比较害怕，也就没太在意，就一直在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会儿就，我可能不知不觉的就给晕倒了。等到新娘迷迷糊醒过来，那发现自家了让一张木头结构的房子里向，不必呢伤害着一堆火。是一位围着几个扎着黑颜色民族服装的人，刚才我们听不懂。所以那个小灯光，那听见房子外头咚咚咚咚咚的声音，要进门，我在哪儿？我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比那样各种人讲，你被毒蛇咬了，昏倒了，我背你回来。现在村寨里的人呢、啊，都在为你祭祀祈福呢。啊，新娘子，你啥个？不读书挨咋？我不读书，俺不是也去医院里想看个吗？这个中国也打针了，这个吧？啊，这个愤怒我送医院，挨他的啥个就气的。新娘想不通，再一问，都讲着你中毒很深，还好我们这里的医生给你解了毒，不然你早就没命了。这脸上和这个腿上都黏黏糊糊的，不知道抹着什么东西。那么内心的他那上口一浪，但是面孔浪个，这个么子竟然是还搞毒个神药嘛？那么到底是啥个么子上神奇呢？能给娘呢起死回生呢？新娘上口孩子个胃呀，那村里向抽管子一圈，发一个村里向是个啥子恶族人。村民告诉我们，这个村叫翁顶。新娘为了让附近的山顶上发现只一只十斤也八百米的大不得不得那个头。村民讲说，你都生活个上户呢叫阿五山，这只铜头头呢就是阿五山神龛。千八年以来，这只龛一家半月里都让深山里向生存过来。那么这只头头里向到底有啥个秘密？给他这个村民哪会的实力所得的有啥一种特异的功能呢？中华该长的时候开着，一时之间大家议论纷纷。哎，翁丁村有让人起死回生的药，哎，灵验的不得了。这是个是个，我听说是啥啥个毛病才能看个？哎呀，能去弄点药呢？啊，那么该桩事体呢，引起之勘察的一个注意，还是加开个点米头。看差的呢，准备运动。
留下来了一朵称之当地一个民族地理专家做向导，白带翁丁称赞去透透究竟。一路浪向那里都看见只路半边忽闪几处花样的树桩桩，上头呢挂还是一只女的搿种头冠。向导讲说，女头桩呢是我族称赞重要的标志，看见搿点树桩呢，说明离搿个翁丁称赞啊勿远着。但是谁能让离搿个称不得一百米个上火，看差点杀上头，你看见只一个恐怖的上头，上头呢两条。手啊，越发越发，拉了个路当中，那么开叉的队员呢，吓得嘞不得了，结果向导马上说：“别怕，这个是当地的民俗活动，舞蛇，这些蛇啊，全在人的控制之中。”哎，真的，这两个新辰光，一个人最过来，两扎水里，擦一下，轻轻松松，两条手压到水里。附近这个林子里有有毒的蛇吗？也有，但是抓不着。嗯，不好抓，万一被咬到就中招了。陈明刚是生的水里像两条蛇，一种是死蛇，毒性不强。那当地的蛇被看作是一种这个驱灾避毫无个吉祥物。但不过毕竟是有点毒蛇，啊，但呢，挨打也可以，我当了的。因为毒蛇呢，呼吸散失，没一个关节，而。翁丁村所在的阿瓦山，而且是十一个热带雨林，该大地的蛇虫八家不得了，八家是有极毒的。一家会等于毒蛇半夜三更跑到人家房子里想去咬人、杀人，但不过因为中之毒蛇，死透人不多。我看差点呢，觉得蛮奇怪，那让毒蛇遍布的环境下头，村里向的人哪生存下来的呢？你说到底有啥东西个呀？还对抗蛇毒呢？村民讲着，那是因为我们佤族人得到神灵的庇佑。千百年以来呢，佤族人是一家欢喜很爱生，大家每年呢会为的举办一个重大的活动。这向导呢，该是开察的，哎，你都记得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民族活动啊，谜底呢谁还不揭开？接着两日天过后呢，搿活动啊也举办着。但这个日子，他开车的呢，开着车子赶到昌牛游人搿只广场浪向。哎哟，广场浪人山人海。我搞位包子夫是黑颜色个缸，上头么盖还盖了一个，里向装啥个物事进？不晓得。随了搿些辰光，几个男人啊追到广场浪，宣布活动开始。一喊么，但是广场浪向个人哗飞腾着。留下来都是个事体啊，人家开叉的挨得着。原来缸里向装个啥，侪是黑颜色的泥浆。只看见广场浪向的人，不管男个、女个、男个、三个，侪拿缸里向的黑泥塌了。对方的面孔浪身浪向，那么专家解释，这个活动来自于大蛇的拍水者，啥人不拍的水多也引发。那该到底啥人不他的恨意也多啊？所以讲得到的祝福也多。这个模拟会活动是把一年一度庆祝的一个狂欢节。现在虽然发展到抹得浑身都是黑泥，可是对于这样一份美好的祝福，谁又能够拒绝呢？这个民族活动呢叫抹泥黑，抹泥黑。这个活动的名称呢，大概俄族语，盖娘部落大家讲，那么这个娘部落啥意思？娘部落是俄族的一种神谣。是用黑泥搭中彩牙纹的做成功，飞扬的中彩牙是有飞扬的脸叶。另外了，该地娘部落当中呢，牙叶最还最珍贵的是一种叫不死彩的牙纹。所以说，该种彩牙呢有解毒、裂伤的神奇作用。
啊，不管你带伤了、枪伤了、毒伤了、昏迷不醒了，你绝对用个只不死菜，马上精神兑水，来话当得上。那个这种不死菜呢，长了让优雅切别个生活里向，四周围都是毒虫，不是啥人还寻得到。那至于这只神心大不死菜有油分的人，有可能在哪里呢？主角的闲话能让看差的充满自豪气。不死菜，那都是啥等样的食物？你看了罗大帝个，所以那个些辰光呢，向来大看差的呢，提供自己一个重要的线索，知道让离这个翁定城富有个侯平城，有一个民间医生，那实力毒虫癌上个本事不得了，呱呱叫。说不定这个人呢，还帮着我们看差的连家个地不死菜的秘密。那么中况。勘察队呢，勾搭个侯炳春，寻找自个个医生。结果医生呢，拒绝了啦。喏，让哥哥蔡阳呢切菜，准备点痣手术当中的两部落。那么刚清上你来个医师各位呢，这个医生该是我勘察队。李亚芬亲眼看见一个不死菜，但不过说下你呢，听阿爹讲过这种。给压菜了，强的是哪副样子的？据说不死菜呢是一种藤本植物，没啥劲。那个你生长的时候呢，往往有一个毒蛇出现。这种植物没奇怪的，你所有的叶子呢，侪是半截的一个，结果把这个蛋啊杀杀光的，真正意思。所以呢，你为一个名字叫不死藤。那这种植物的叶子，龙山泰各位呢，做人工酿布了，那么确实有实力带上枪上毒伤的奇的工业，因为不说在这种重伤的人呢，那不拒绝来谁的，才是昏迷不醒，不来噻。结果他的一个牙膏还有了，马上醒出来着，神得不得了，一揉着石头疤。人家在当时这个药物会得让人起死回生，所以才有一只不死菜，不死菜这样一个称谓。谁都不毒蛇，苏大哥偷袭那个小娘，啊，谁是用这只不死菜在活出来的呢？为你谁都讲的十斤八百米的，这只道德不得了的神龛，他这个不死菜。还有联系呢，等下再讲。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士兵来招，来招。前头你讲啥？鹅肉有一种药叫酿布肉，是用这个黑泥搭中草药混合做人工的。酿布肉呢，那当中最珍贵的一种药
皆不是菜。首先这种菜呢有解毒连伤的作用，那危害送给个尼龙王大农人呢连命啊抢救了。听说开茶店呢想寻个种菜，但是这个医生呢一路也得一路讲着是各种不是菜啊，长了啦啊，我是神看地物，哎，给他的身不及地，到容必不危机四方啊，奈何为之也神跨个神长，这个牙开茶店的叶青子负责记者，方面个主角高日带领多个队伍当中，那么一帮人以来个这个有牙切壁。车沟一大雨林往山顶的神看谁进，主要我这没有扶的，我怕重心不稳，环境中凶险，大家这都没当心，几个中队各位啊都中受不单之害怕两千米的山洪，你那个谢正光和向台讲着快了快了，神坑就在前面，留了一个挡得不得了的坑洞啊，吹了让大家个门子，通过那个营帐为不必挨杀的观察，地质专家确定这个呢算是一张喀斯特铁坎，那该它这个深度啊中度，该度的粗细啊会在山人工温度达十度的分样，那么在山人工这个里向的石壁啊被人工梯的不个分布，从底下是一些芭蕉，然后梭罗是吧？往上慢慢慢，你看那个变成了一些这个，主要是一些这个常绿的阔叶树，主要是一些栗类。再到往上，再到高处的话，就出现一些落叶阔叶林，啊，就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橡树。那么天看地部到底哪副强的？不是菜，而是上了那个我的，是不是？加开一个米头呢，开茶台杯呀，带去看个地步，啊对，一头究竟。但不过周家一看呢，该咋看个最晚才是十八日个切饼，你唔把个种周日个工具啊，我无去。哎呀呀，带有点疑问，你现在没有问科技个不识菜的吗？所以那个谢正光现在呢，该师傅开茶台。是来地之内有一个中亚里的透析的带给我一个地牢跑过来发射珍贵的视频，那看查的呢通过向的挪扎子罗这样资历，根据当时光的透称呢给这天看个石径也184米，深的也230米，是当时光云南境内发现再大的一个天看，那个地步呢随着一个女士的身份思考有结结归归的一种捏大石物，那当中呢是一种一直呢是不及的一个等本石物，哪副强点呢那那口经过周家确认这个人是被称为不识菜的不及的，那个这种石物呢确实有解毒连伤的功能，你去这个洛阳之列各位呢周家打开这个勘察的能让这个体康最为技术勘察，哎，你都发一支六只规模比较小的体康七只都都是一个体康引人工一个叫体康菌，每一只才是温热散湿湿皮丰富，一以那个勘察成功的娘就叫加开这个散红的多的一点，原来呢给他这个热带气候呢这个环境啊它发生这种植物提供之生长的条件，这植物系统各位呢来特分教那么人工丰富的有机物质使人了来年底下，那么这种黑泥就成为之制作的个鹅肉神药两部落的基础，这个天看呢还被当地人称为叫神坑，以在神上设计这个神药的黑泥为一个不热等苍牛不识菜的神秘秘书呢不解开，我说你呢那让三个艰难的环境当中生活只有几千年，那么你都在死后抗争的个人当中呢还引人之自家的民族手通达至风俗习惯，
用自家的智慧制作各种神药。啊，真的应这个句：“来我一方仕途，养一方人。”受最近李海云等你也带着开这样的辰光在，今家是送汽车啊，哎，来新街上的送汽车该种的五十天呢也隆重，也给一个吉日两人。我们呢是为数字一数啊，打给了让火个礼拜六，弄个六啊，还你讲三个六，六六六，六六六，是吧？那个给你中奖了，留下了心想事成，幸福美满，智力别个再生贵子。对对不对？谁在给我们浪上去是吧？弄个六啊，谁在这个还你讲？那么到底六个半月，俺过的半上天花板呢？大家一来来期待，这个礼拜神就是送水机，唯一只可以。太带兵个做女王个做三明治个，是吧？他咱们是今年都不得了，哎，三个中奖榜运的，是吧？已经是礼花眼线。好，谢谢谢谢。厉害我们呢，总结是一个规律。神呢发现有两百上上的中奖概率呢特别个高，所以留下来个一个礼拜呢，其他任何不记着，这几个两百上上。这还没十来个大地得了，一个不大高个啊，中奖个概率呢，到六十上上不大高个，关键是也消费，觉得十户某一把，所以一次机会，所以男子户吃吃吃，忙忙忙，机会呢，啊，都得不得了，啊，不公平啊，女同胞中奖来干啊，因为你到个矛盾是结婚啊，这个我分讲，这个礼拜呢，你个惊喜福袋刚摸着二十分比人工四十分。咦，你手指你在呼吸个羊肉物，都是好个好球。里面呢，一共是有四两的公蟹四只，三两的母蟹四只。灵光个的，都是好自家，是那个来去吃是一只米，那么送人家玉米汁。恭喜我们以上二十位参加我们苏州锦鲤活动的朋友。唯一只惊喜个哈子，是我个礼拜也送不到家个礼物，到底是啥呢？我不马贵之者，实际都看吧。快点，徐老师，看看，懂懂。哦哟，画上颜色，真的喜庆得不得了啊！快给你们看一眼，来来来来，这是一个头盔啊！这头盔是这个欧弟抽出，看得不得了，送来欧星，送来欧卡，嗯，正好，哎，正好跟我蛮搭的呢，要不送给我吧？哎，这个也凭运气的啊！对了，红哈哈的头盔就喜庆，就一灾气。这个就是锦鲤应该有的颜色，还是动起来，海运马上来。欧盟男人今晚在天明，明天来，侬个再会，拜拜。